接下来到了台上的男女嘉宾该做选择的时候了，请走到喜字门前，稍后旋转门打开，相互面对，意味着牵手成功。两个人在一起必须得有天聊，生活中不断有惊喜，心被融化了，我不会在意你的过去，我会亲自煲鸡汤给他喝，最多的是一些陪伴。王老吉四零级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并将为成功牵手的新人提供专属大礼包，和王老吉四零级喜上加喜，急上加急，喜上加喜，由欧洲双认证、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奶粉特约播映。男女嘉宾今天牵手成功，将获得由中国黄金提供的时尚黄金饰品一份，祝你们幸福美满，情比金坚。会有一对牵手成功吗？牵手成功了，哎呀！